大家好，今次我就会介绍我使用啲咩器材拍片。今日就系使用 iPad 咁样拉翻出嚟先，部 iPad 攞翻部 iPad 出嚟先啦。咁我唔会用手机拍嘅，因为手机好食电咯。边个会咁傻，会走去攞手机拍24分钟嘅片先系咪？咁就用 iPad 就比较方便啲，冇咁食电啦。而且我就系使用懒人架咁样嘅。等我摆咗上嚟先，因为啱先插咗出嚟。好快咁樣咧，打上去啦。咁我要遮住啲光嘅，就變咗係咁啦。然後我就會開咗個 iPad 佢嘅，個鏡頭要調轉啊，唔好難影嘅。跟住咧就開咗咧，咁就你就會見到咧呢個面咧就係咁樣啦，就咁樣嘅。咁樣可以咧伸隻手出去咧，咁啦。就可以影到嘅，手機就質素就比較差啲嘅，所以咧我絕對唔攞手機影，超食電咯攞手機影。呢個懶人架好方便嘅，咁樣扣住咗喺度咧，咁樣連接住呢一端咧，咁咧呢部 iPad 就可以穩喺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仲可以咁樣較低啲添嘅，跟住就會好方便咁樣影到噶啦。咁我就係咁樣拍片嘅。